陈磊来到钢管快，好了，陈磊手伸手伸如玉，来，陈磊手伸如玉，他手伸如玉，哎，让你亮相，赶快亮相，对啊，真的，苦尽机会难得，对对，屁股翘翘，外套脱掉，人家被泡了，你屁股翘翘干嘛？你真的生气了，我又来喽，我又很凶哦，哎呦，我又很凶哦，举叉哦，各位举叉哦，哇，哇，你跟陈磊表演比较精彩，哇，干嘛主持人头要呆啊？哇哦，为什么没有人听得懂？钢管不要动啦，不要再脱衣服啦。加油，穿起来，好吧，加油哈，加油了吗，陈磊？好，哎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他一直要冲出来，还站着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原来的工作是什么？你需要工作吗？有，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衬托人生的工作。啊，衬托人生，人生就是衬托人生路上那边，衬托出人家人生的价值。哎呦，好，那个工作，那就是发传单哦。我有做过这个，就是带人家带小朋友交友导游，也有做过这个，就是衬托人生，可不可以先解释什么叫衬托人生？就是一个月多少钱？那个没有，就是临演的意思，就临时演衬托。像我之前临演叫衬托人生哦。那你真正的收入怎么来源？收入，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呢、啊。哦，所以在哪里念书？在那个景文科技大学。哦，还修什么的？学校是有在修，就是修道、修佛、修学、修道，准备修学。学校主修什么啦？不是问你有没有修佛啦？快修学。在学校休学，一度的课是一度的课是，然后快休学了。哦，旅游系，旅游系，读什么科系？旅游啦，总监，旅游啦，旅游，旅游边去铁头啊，旅游啊。所以你有当过导游啊？有，就是喜欢这样云游四海，哦，蛮适合你的。所以如果没有当艺人的话，你就会当导游吗？对，云游四海。就跟现在有些明星就拍一些那个节目，就是叫人家去外面吃东西。就是如果没有当明星，你会当导游吗？我都会，我都想要尝试哦，多尝试。那你要考驾照，要考执照啊？对啊，导游要考执照。那为什么要休学呢？为什么好吧，念完？因为我想要好好从事这个，就是偶像这份工作。你先把书念好。偶像哦，很有气势。平常谁鼓励你比较多？很有机会，很有机会。鼓励，其实他们越反对我，才是我的动力。谁反对你？有些人就说：“哎，劝你不要、哦、这样子。”不会、啊，那是好朋友、哦。今天啊，真的好朋友才会这样啊。对啊，你走谐星比较适合，为什么想走偶像呢？对啊，我是喜欢看像小钟哥跟 No 哥之前那个修学都华，修皮都华，修学都华。我喜欢休学，我修理摩托车。那时候 No 哥比较瘦，就变很壮。你把 No 哥当刘畊宏？那是刘畊宏啊！哎，我没够啊！天后学习他的笑声，哎，原来刘哥，你这样没错。陈磊伟玩笑开过火，让前辈们抓狂发火啦！走谐星比较适合，为什么想走偶像呢？对啊，我是喜欢看像小钟哥跟 No 哥之前那个修学都华，修皮都华，修学都华，我喜欢修学，我修理摩托车，修皮都华，对，那个团体我就觉得很帅啊，然后那时候 No 哥比较瘦，就变很壮，你把 No 哥当刘畊宏，那是刘畊宏啊。小马啦，大师的马啦，然后就练很壮，我就是想走那种方向。该你表演的，啊，你裤子去哪里买的？我这些都是物尽其用的吧？什么叫物尽其用？家里有一些那种，感觉看起来比较潮潮流，潮流，很潮牌哎，哦，是潮湿还是潮流？吃饭很久潮湿吧？知道了，我可以说一句话吗？好，我觉得他可能他是有一个
一个主题在吧？哦，是吗？是什么主题？你看出来？劲爆的答案，觉得是僵尸。僵尸，我还炒大肠嘞！浓浓枉费我有看你的杂志哦。对啊。人家都看浓浓杂志穿衣服哎。看你杂志哎，今天我杂志好，有中一句话，中一句话，一句话，有，要带鼓来，有，所以你是看浓浓杂志学的时尚吗？对。Okay. 而且曾经那个陈国陈孙华老师曾经夸奖我的造型，陈孙华，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一个那个亚洲新人王的对节目，然后就是因为那陈孙华说，怎么穿都这样子，穿这样子都学模仿人家的穿法，像现在没有自己的特色，偶像这样穿，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将来的一颗闪亮的一颗星，他这样说啊，类似的，我感觉到心里有人，他为什么要当骗子？他就说这种时尚就是我们应该要走自己的这风格，然后引领新的时尚，很多人接下来就会来学你。哦，啊，这件外套多少钱？这都不是我自己的，都是跟就是亲戚借来的。哦，你亲戚都当和尚了，这多寒呢？哇，你亲戚不会故意去设计，但是我就故意哎，看到亲戚有什么，我就去跟他要，所以不用花钱。不用。OK，OK， 那你一个月花多少钱？你说在吃东西吧。自装啊，自装。我没有算过哎。没有算过。你自装也要花钱的。偶尔有时候就是鞋子要换一下鞋垫。因为。那叫自装呗。因为我就是本身有练那个武术。他蛮有梗的。还不错。有练武术。哎呦。练武术。我就定在这边，然后定住这样，那个力量往下就跟往下长，气就会下去，跟下去这样子，有气就对。鞋垫容易坏掉，力拔山河。我感觉热热的，好像热热的，发烫这样，鞋垫会裂开这样回来。有啊，所以你看他踩到你有没有鞋子都裂开了没有？对啊，故意穿一个有没有？看他鞋都裂开的，穿一个保护，保护一下，隔离一下，好厉害啊！那你会表演什么？我最喜欢，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是。唱那种比较深情的歌曲，对，抒情的，但真的我是喜欢方大同的歌，偶像这一类，方大同，方大同吗？还是李玖哲这样？李玖哲，曹蘭他们也有，曹蘭跟曹格差很多，曹蘭是唱你给我记住，对啊，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无论你去哪处，我要你给我记住，他会唱这一类的。OK， 抒情路线，超抒情，超格，方大同，是不是？有听过，有听过哦。所以说你要今天要唱曹格的歌曲哦，还是要唱曹蘭？我唱那个陈百潭的，陈百。